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一支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非常严峻的形势下，面对着几倍乃至数十倍日本关东军的大规模军事讨伐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严冬时战斗在零下数十度的林海雪原，开辟了东北敌后战场，独立坚持长达14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为解放我国东北、夺取中国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英雄业绩和精神将永远载入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光辉史册。少帅，刚接到密电，日本人开始攻城了。是，报告主任，前线来电。嗯。喂，要沉着应对。我看只是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在瞎咋呼，是挑衅，盯着他们就是了。先不用理他们，有事随时汇报。折磨成这样了，没事吧，小小？开战了。他说啥？开战了。听说日本兵和东北军开壳了。咋能输呢？汉阳造西九师的枪声稀稀拉拉，全是38大盖和山炮的动静。啊，你这听枪响就知道谁赢谁输了？10多万东北军还抵不上2万多日本关东军。东北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地区，逐步成为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侵略的首要目标。1868年，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化步伐的加快，日本开始对外侵略扩张，逐步推行以为主权和利益二线说为标志的对外扩张和侵略东亚为战略目标的大陆政策。日本朝野看到他们的国策第一步变成现实，喜出望外。一架狂热的战车迅速轰鸣，历时4个月零18天，日军就占领了东北。逃出去是我的事儿，打不走鬼子，咱爷们儿就连看家护院的狗都不如。团长，
东北是我们的，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口了，坚决打。委座不吐口，难道我们要孤军奋战吗？我们有十几万的军队，难道还对付不了两万小鬼子吗？忠武啊，你就是个军人呐。委座的态度你也清楚，是绝不能贸然行动。同志们，日本军方正在挨家挨户的搜捕抗日军警和武器，形势很严峻。坐吧。根据我们接获的消息，日本已经拟定了一份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更本政策，声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他们的国策就是欲要征服中国，就必先把脚踏进东北，然后以东北为基地北进苏联，南下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九一八的枪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打响的第一枪。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两项，一是要准备武装斗争，营救杨靖宇和赵尚志等同志出狱；二就是准备把我们的神威转移到哈尔滨。国民党不抵抗，我们不当亡国奴。现在我宣誓，坚决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去。赶出去。好，我们响应中央的号召，立刻以省委的名义发表一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的宣言。省委要求不把日本强盗赶出去，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能离开东北。日军突袭沈阳，同时占领了长春、营口、安东，可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暗示东北军不许抵抗，还胡扯啥？国民已镇静救国，此次只是寻常的挑衅而已。这是寻常的挑衅吗？是侵略，使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化的阴谋变成明火执仗的侵略。我们还能镇静吗？我们还能安心读书吗？不能。还我河山！还我河山！驱逐日寇！驱逐日寇！还我河山！还我河山！驱逐日寇！驱逐日寇！还我河山！同学们都很气愤，不对，简直是愤怒，但也只是愤怒。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采取点什么措施。通过这次事变，民众和学子们更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现在要做的主要是造成声势，给当局形成压力，促使国民党抗战救国。老舅，我们想到校外去，去南京请愿。别急呀，荆州，组织上有安排，省委就要转移过来，估计中央也会派人来。是吗？你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学，有你们施展的时候。嗯。
一曼同志，你好。哎，一曼同志，怎么了？别走，别走。把钱都花在行头上了吧？不然怎么过关？李秘书，吃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别，有些年头了吧？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没关系。咱们什么时候去东北？我在等待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没准啊，咱们又能走到一起去了。嗯。丁旅长先生，就请你权衡利弊，早做决断吧。厉先生。回去给冯教授带个话，叫他死了这份心吧。杨靖宇是共党要犯，我现在是日本关东军大佐土肥原手下的典狱长，就凭你们一番大话，我就把人放了？杨靖宇和日本人没有关系啊。土肥原大佐有令，豫州要犯一律不得释放。土肥原知道谁是要犯，你说他是要犯他就是，你说他不是要犯他就不是。我不过是想提醒老兄几句，在这个乱套的时候，说不定哪条路能通天堂，哪条路能下地狱，日本人那边根本就不会追究的。赵一曼同志，和你联系的人姓曹，他的公开身份是你丈夫老曹。接头方式呢？中央同意去东北了吗？周部长本来不同意，我再三请求，他终于同意了，派我去哈尔滨做工会的公运工作。你呢？我在满洲省委任军委书记，当然离不开军队了。那咱们又可以一起工作了。我要先联络一下东北军中那些坚决抗日的爱国官兵，然后才能去报道。我可一天都等不了，我啊马上就去。咱们东北见。东北见。政府不抵抗，东北军不抵抗，难道我们也坐视日本人在我们的家门口作乱吗？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投入到抗日的队伍当中去，哪怕是打游击，也绝不能让日本人猖狂。我们组织人去南京请愿，让政府出动军队，我们立刻去当兵。要上战场，你先去。去，去就去，我和荆州一起去。对，我去。你拿相机还差不多，拿枪，你别开玩笑了，张公子。哎，看不起人呢。哎，四平。我也想去，你去吗？他去我也去。徐少飞，你去吗？你要是去的话，我陪你去。这感情好啊，有金安妹你这句话，我也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此曲只应天上有，不就是个曹字吗？
那您是？百姓，他当家。招，百家姓里第一位。你也真是的，怎么才来啊？都几点了？这校长训话耽误了点时间，真对不起。走走走，回家吧。啊，别生气了，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快快快，走嘞走嘞。好，好，好。谢谢。于将军到了，于将军到了。爸妈，你们咋来了？方琦，太太，张太太，于将军，你好，你好，无礼请，无礼。崇武老弟，请坐，请坐，请坐，来喝杯咖啡，谢谢。崇武老弟，你不是和少帅去了北平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刚回哈尔滨，沈阳进不去了，所以我就直接回了哈尔滨了。真的要打仗了吗？我府命令不能打，只能靠国联公平裁决。实际上我这次回来就是组织东北军往关内撤退的。撤退？是。你们要是撤了的话，日本人往北来，哈尔滨不就被占了吗？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二位，目前国内的局势很不乐观，哈尔滨是保不住了。我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的离开哈尔滨，但是在走之前，能不能把方琦和靖州的婚事办了？是啊，这样呢，方琦也好有一个好的依托。是啊，只要孩子们的婚事办完了，你们就把他们带出国吧。最好是美国，因为美国目前还没有参与到这场远方战事里面。伊曼同志，这位是市委书记冯仲云同志，公开身份是哈工校教授。赵伊曼同志，欢迎你啊！你这一来，我们就踏实了。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能跟有学问的人一起工作，是我学习的机会。你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我应该向你学啊。我来介绍一下，张晋州是哈工校的学生，我们以舅舅和外甥相称，他是我们哈工校支部的宣传委员。哟。是桦树园的少主人啊，车拉得不错，有模有样的。您夸奖了。其实啊，他很早就用课余时间出来拉车了。都给我让开！让开！我啊，你，朋友，嗯，你从哪里来啊？我是从上海来的。你要从北平转到去东北哈尔滨，现在有一个中共重要人物要去东北组织抗战，这可是政府不允许的。什么是中共啊？你可慢，不够意思，不够了，走。给我注意，对，行，你装的挺真的呀。我刚才那家伙给你那几脚可挺重的呀，我拿瓶子削他也不轻。哎，你看见他们追的那人跑哪儿啊？那边去了。我要对你说的话都说完了，听不听由你。干什么去？我回牢房去。这些日子你天天闹着要见我，就是为了说这几句话？你平时训话的时候也说了不少，但都是废话。废话，废话，有时候也得说。我做典狱长15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和一个要犯平起平坐的说话。你到底是什么人？好吧，
既然你说跟我平起平坐的说话，那我再多说两句。只要知道你自己是中国人，只要知道小鬼子在这儿的日子不会长，只要知道现在是广结善缘最好的机会就行了。可是我也没办法呀，这要是让日本人查出来。你别来这套，办法你有的是，就看你想做朋友还是做敌人。真想办的事儿你能办到。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共产党满洲省委的军委书记。自己送上门来，把他给我绑起来。等等，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么顽固的反共？剿匪砍乱，这是蒋委员的指令，什么时候都不能变。我听说你们李司令是个坚决要与日本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所以我来投奔他。没想到他居然是个不遇外敌自残骨肉的家伙。我堂堂中华为什么竟出这种败类？口气不小啊，司令。敢骂我李路的人是哪一路豪杰啊？你就是李司令。对，我是千里迢迢来投奔你，你的属下居然如此无礼，我很失望。你胆子不小啊，竟敢亮出自己的底牌。国共两党有深仇大恨，伪作现在还在江西剿共呢，难道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不过您既然敢违抗不准抵抗日军的命令，难道还要执行大杀共产党人的命令吗？我是来抗日的，和你有共同的目标，为什么不能直言相告？直言相告，我佩服你的胆量和勇气。不过我李杜手下不用无名之辈。在下周保中，云南讲武堂毕业，民国十五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历任营长、团长、副师长。你就是北伐中攻占南京雨花台的周副师长？无名之辈罢了。史进，我这里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可是共产党人呢，只要你能抗日能打鬼子，我不管你是什么党，咱们都可以同舟共济。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和不抵抗政策解除了东北军的思想武装和行动力。与之态度截然相反的是，中共满洲省委提出了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并于十九日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次日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群众书》。赵哥，你快走，快走，别管我。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的抗日热潮迅速地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纷纷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如日货调查团、抗日宣讲队、看护训练班等。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各地学生不断派选大批代表，成群结队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张静州结婚的那天，正是他的同学们赶赴南京请愿的日子。他们去哪了？我听说他们都上赤烂去了。You know?
要紧，非得打死，非得打死，我让你记住。你记住什么呀？哎，停，行了行了，不能这样子。乱棍打出家门。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好好做你下人的事儿，鼓动傻主子逃婚，往死里打。反了你了还？往死里打！不要放下棍子。张老板，这是咋回事？这是徐老板来了，快快进屋吧！乱棍打出家门，消消气儿啊！冷死了。妈，激动，赶紧把大碴子抬到屋里，找个医生看看。好，来来来，丢人，让人笑话，严重了，张老板。这儿孙呐，自有儿孙福，您呐就甭替他们操这份心了，爱咋地咋地，咱们呢是买卖人，只说买卖上的事儿。你说这次小日本把人都给闹疯了，这我觉得吧，这事儿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您知道这前些年啊，我的船队跑东洋，多少认识一些东洋的人物，您要发大财了。发财？发什么财啊？日本人来得好，好啊！你这是什么话呀？日本人还没占哈尔滨呢，你就惦记着当亡国奴啊？当呗，这跟咱有啥关系啊？咱是做买卖的，这我这整天琢磨着啊，这越乱，这咱们的买卖越好做。您说说，咱东北是中日俄三国势力交汇处，那犹太人呢，又要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咱东北，日本人呢？也想把家搬到咱东北来，咱得事先做好准备啊！打通日本的关节，咱俩联手吞并哈尔滨大大小小公司，那是不成问题啊！这您说是不是啊？这种财恐怕我放不了。你看您说的这是啥话呀？在哈尔滨的地界上，有谁能跟您的买卖比啊？您呐，就一心一意受您的人参鹿茸，我呢？替您报销，我的船队啊，那是在东洋走，在西洋走，那是畅通无阻啊。咱俩联手，爱谁谁去啊，那谁不得听咱哥俩的呀？这个时候恐怕咱俩连不了，因为我已经决定了，带着全家人到美国暂避一时。有这个必要吗？当然有这个必要了，马上就要当日本人的亡国奴了，这种国难财我能发吗？啥叫国难财啊？你看看人家那些犹太富商啊，哪个不是全世界溜达？他是谁的亡国奴啊？那有钱，那日本人来了咱也是爷；没钱啊，在中华民国的地界上，咱就是个孙子。嘿嘿，你这话还就说对了，我就是中国人的孙子，可日本人来了想让我给他们当爷，我都不愿意。不是这。李先生，您好。省委的同志都过来了，都过来了，正在分头行动。盛阳已经没法工作了。血文，血文，血文，这是省委罗登前罗书记。啊，您好。这是轻工委的李承先同志。您好。我妻子，血文，刚刚从江南老家过来。早就听仲云说省委要过来，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小学同志，东北条件艰苦。你到这儿让你受苦了，没关系的，我不怕吃苦的。你们先聊，我给你们烧茶去。啊，罗书记，给省里准备的办公室条件很差，可是别的地方都不安全，这个地方可是难得的好地方。海公校支部宣传委员张景洲帮着我们找的，他的父亲是哈尔滨的首富，这个地方紧邻张家寨地，看似破破烂烂的地方。和桦树园没什么关联，可实际上这儿却四通八达，向内可直通桦树园下人们的住处，向西可直达棚户区，向东则是商户们密集的农贸集市。罗书记，你看行吗？非常时期，
能有这样的办公条件，已经是很难得了。带32号。是。32号，出来。跟我走。病人姓田，亚先生，不送了。今天的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后会有期。这是这一期《红旗周报》发表的周恩来同志的一篇文章，《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与我们党当前的任务》，还有，即党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的宣言》之后，又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组织武装，扩大游击战争，在白山黑水之间建立起强大的抗日同盟，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都是中央的声音，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罗书记，我们怎么干？马上召集会议，让哈尔滨地区的党员深入到第一线，大力发动群众，坚决支持一切抗日武装。方琴，你听我解释。不听我不听！你这个说假话、说空话的假扮示威客！你鼓动同学们去南京，你自己却躲在暗处。你知不知道靖州他们去请愿是会被学校除名的？你让他们现在上战场，上战场是开玩笑的吗？他们万一在战场上有个啥三长两短的，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为啥不跟着靖州去南京？你为啥不现在就上战场？那我不是为了刷传单从梯子上掉下来把胳膊摔坏了吗？不然我怎么会不去南京呢？你摔得可真巧啊你。方琦，我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15岁就和哥哥到过中央苏区，见过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我不是你说的那种只会说大话假话的人。我不想听你说话，进出去。好，我会让你见到实际行动的。东北军爱国官兵、各阶层民众和山林队等自发组织了救国军、自卫队、反日总队等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中央、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一系列加强对东北抗日义勇军工作的指示精神，并先后派出李兆麟、周保中等200余名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到义勇军中。东北抗日义勇军从兴起到全盛时期，仅半年多的时间，参加总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学界的南京请愿无果而终，国民党当局调集武力，用预先准备的3辆运货卡车将各地学生分批武装押送至南京下关车站，强迫上车返回原地。大家站起来！日本人站起来了！同学们，同学们，这可是中国军队真刀真枪和小鬼子面对面的干。同学们，让我们打回东北，打回老家，打回老家，打回东北，打回东北，团结抗日，团结抗日，抗日救国，抗日救国。
喝点热水啊，暖一暖。一会儿把这衣服换了吧。好的，慢一点，慢一点。我去拾掇拾掇，利索利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此起彼伏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上海抗战，坚持了四个多月。虽然学生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学生们的抗日斗争一刻没有停止。张敬周等学生回到学校，校方以无故旷课闹事为由，开除了他们的学籍。有取丹心，照汉去。我可以倾家荡产地支持抗日，可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就是你那民主思想闹的，闹得那孩子都疯了。孩子大了，我们不好多讲话了。你赶紧把你那个表弟冯仲云找来，让他劝说他，无论如何得让这孩子跟咱们一起去美国。哎呀，是你还缺什么呢？不需要什么了，要是需要啥，我叫你。嗯。别动。嗯。别动，我来。没事。学文，快把酒精拿来。一见到同志，我都变娇气了。天哪，好多了，现在都解渴了。是不会去美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连小孩子都懂，何况我一个党员？看看那些普普通通的同学们，他们都有那么高的爱国热情，何况是我？如果这个时候我舍大家顾小家，苟活异乡，那跟逃兵有什么两样？可是，你怎么安慰你爸爸妈妈，不让他们伤心？伤心。家都快没了，是我最伤心的。哎，舅舅，我相信爸爸妈妈总有一天会明白的。现在我多说也没有用。听说马占山在嫩江桥跟小鬼子拼死拼活地干起来了，我们满洲省委也一定要全力地支持他。可是我想，组织上是不是可以给我分配工作了？景瑜啊，罗书记已经说了，你从狱中出来要休息一段时间，等你养好身体再接手工作。我都在监狱里休息那么久了，还是赶紧给我分配点工作吧，我干啥都行。来人！哎呀，你老徐太不够意思了，你出了狱也没说在沈阳等等我，一个人跑这儿来了。你小子也逃出来了，张志。哎，是谁救的你？组织忘不了你，也忘不了我，我等不及了。我呀，命贱，靠自己想办法。就是关拿破仑的圣赫勒拿岛，也别想困住我。沈阳第二监狱那个破牢房，能关得住我吗？张志，罗书记早就做了工作，你们要越狱，监狱是知道的，并没有认真去查。哎呦！我说呢，快坐坐，喝点水。嫂子，这咋能空着桌凉啊？我饿了。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哎呦，赔罪赔罪，我马上去做。快，你们坐。哎呀，弄这么烫干啥？你快给我斟点凉水，米汤也行，别小碟子小碗的，拿大碗。好，凉了。快快快！我说你吧，整那些猛张飞，你也不试试凉热？老杨，江桥马占山倒干上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现在满洲省委啊，正在组建援马抗日团，明天咱俩就要出手干活了。我在监狱里净身失足，明天咱俩就出山，你行不行？你行我就行。来了，来了，来了！哎，按咱东北话讲啊，这可是纯正的井巴凉水，透心的凉啊！哎，尚志，我听说你家是哈尔滨的，回去看过没有？一出狱就奔这儿来了，这小鬼子呀，再不治，都快成精了。告诉大伙，把所有的东西分门别类的给摆好，让这些物资一到了前线，就能迅速的发放到咱们将士们的手里。多活一个抗联战士，就能多保留一颗抗日的种子。做大事的人，得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小日本，我赵尚志回来了！狂风骤吹，狂野飘雪衣，拍拍刺刀，刺刀闪银光，钢枪亮马蹄，东北大地遭贼欺，迫害前村后屯老一手，糟蹋脱沟又坎难。下枪将我土地转过江河问一问，凭下枪将我土地别忘了我有脾气喊天脾气好大。